这个球投手，哦，跟罗锦龙抢篮板球，怎么抢得赢他啊？又不是要遇到火箭队的。结果这个球真的是跳得很高，靠的人高手长呢，将打击的李佳钜这个反弹球给拦截。讲到 NBA， 这个礼拜 TN 台北赛啊，台北赛之前我们从早上9点钟，所以是从这个礼拜天呢，热身赛会。